欢戴正举是吧？没有没有啊，我都看见了，小朋友都看见了，你知道我当时有多丢人吗？害得我又要撒谎说那好像不是我爸，都要说就是你爸爸，我也要交朋友的呀，你好意思猥亵我好不好？我栽的是地上的。你说你栽地上，我看你都要爬到树上了，再说我们家又是没有橙子那么多水果，你去小区摘那些橙子干嘛？我们家有很多水果了，还天天都买。我已经给生气了，我跟你讲的有点太过分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这个行为是不好的，你下次要吃橘子的话跟我讲，然后我跟阿姨讲，阿姨就会帮你买的，你知道吗？